刘志山，池区长有请。我，娘，马四来找刘志山了。 回去帮我告诉池区长，我在执行重要任务。指你娘个定个职！哎，小子，你说话可客气点，他可是保安队队长。保安队队长？去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马大哥，都是自己人，干什么呀？ 干什么呀？啊！这点面子都不给马大哥。马大哥，你不就是要个面子？今天这个面子，兄弟我给你啊！如果以后再打老子的人，别怪老子不客气。你们几个在这给我看好了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许离开。是。 你个笑话！哎，慢着，慢着，干嘛？嗯，行了，行了，你们俩跟着他干啥呀？赶紧跟俺回去！回去！俺就喝口茶，喝你娘的命！王刚，大哥是区长，俺就是副区长。谁要是给俺扎刺儿，老子把你们全崩了！ 娘，你真厉害，那日狗果然走了。铁蛋，你在这给我看着，我到后院去，有事就喊我。哎，要是刘志山再来怎么办？这条狗一时半会回不来。谁他娘说我杀了李祖忠了？啊，这简直就是咱娘的挑拨离间！ 人不是你杀的，不是。弟妹，出来吧。大哥，跟大哥说，祖宗到底是谁杀的？他连你老婆都敢杀。 俺不敢说，用不着怕。照实说，哥给你做主，要真的是他杀的，老子今天就毙了他。哎，好，小白姐，那我问你，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杀的李祖忠呢？嗯，你杀了俺男人，全村人都知道了，还用俺看见？ 只有共党分子才知道，只有共党分子才会说是我杀的李祖忠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刘三嫂告诉你的，对不对？什么共党分子？你才是共党分子呢！你全家都是。李祖忠活着的时候，你一天来俺家八回，鬼都知道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。 你没安好心，这，队长，咋回事？小白仙，我告诉你，你简直就是血口喷人！你，啊，大哥，我是听明白了，这小子八成是看上俺小嫂子了，所以才杀了祖宗大哥。哎，他就可以，马子，别他娘的胡说，老子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，就他这样的。 我还真没放在眼里。哎呦呵！齐大哥，他说的话你可是都听见了，你可得天作主啊！好了好了，别哭了啊！先回家去吧。你放心，这事儿我一定一查到底。 我一定给祖宗兄弟一个交代，齐大哥，你得替俺做主。
回去把这身衣服脱了，啊，去吧。哎呀，这多少英雄豪杰都死在女人手里啊！呀，太好了！这么说。 咱们的人会跟我联系。海鸟，海鸟会是谁？他接到命令，会来联络你的。叶局长对救人的事情咋想的？就这两筐鱼啊，还有粮食吗？有，快！ 把那些抬过来好不好？参谋长呀，兄弟们行善吃鱼也吃不饱呀。先抬回去，有的吃总比饿肚子强吧。回头俺再想办法。来来，先抬回去，抬回去，回头俺再想办法。海星同志转接上级命令，令你立刻前去龙王岛和那里的同志接上头，不惜一切代价救出王子江、二虎。 接头安好使。刚才的事先搁下不说，刘志山，现在你手底下差不多有十来号人了吧？啊？哎呀，即使区长不请我来，我也打算主动向区长报喜呢。我的保安队现在足足有80个人了。啊？80人？嗯。 80的老头也有吧？哎呀，区长可真会开玩笑啊！我的手底下可不像你归下这么多缺胳膊少腿的人呐！你在说什么呢？对了，池区长，池团座特意交代，为了防止共军偷运军火，这龙王岛上所有的船只都要做上记号。你家的船怎么还没有做呀？ 这渔民明天就要出海，这不做记号可怎么行啊？谁说明天渔民要出海啊？这刘三嫂正在海边给渔民发钱呢，动员渔民出海，这事儿你不知道？<笑>这三妹还真有本事啊！<笑>哎呀，难怪县长愿意跟他一块做生意呢。哎呀，池局长，别怪我没有提醒你。 和刘三嫂这种人合作，危险的很呐！你呀，你是看着老子挣钱，你眼红是不是？石局长，我是保安队的队长，我拿的是党国的军饷，这种钱我不稀罕。啊，石局长，有件事儿要问你一下，你家里一共有多少条船呢？大船一艘。 小船73条，你可听好了，少一条船，我都跟你小子要。那要是多了呢？不可能，我心里有数。那就是说，其他的不是你的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我最近严查海滩，在东岸的树林里发现了13条小船，想必是王世江进山的时候留下的。 三毛，你想把那几条船私吞了？我告诉你啊，那些船也是我的。哎，石局长，刚才可是你说过的，其他的不是你的。我的船太多了，少算个一条半条的，那也不是没可能，是不是？哎，你这么说可不行啊！我的兄弟辛辛苦苦找来的船，你的一句是你的。 你让我以后还怎么干这个保安队队长啊？别心里没数啊！要不是我堂弟，你这个保安队长，当得成当不成还两说着呢。哼，池局长，这池团座的为人你也是知道的，他是堂堂正正的党国军人，他不会因为你的私事撤喽。要不这样。 我用13条船换你13支枪，怎么样？大哥。
不告诉你，墙上安不联，没门儿。好，既然这样，那就算了。那船我就自己留下了。等等，两条，十只，三只，就是十只，少一只也不行。十只就十只，消防船拿过来吧。哎呀，池局长，还有个事儿要和你说一下。你有屁赶紧放！我想和你借两个人。你手上都八十号人了，你还跟我借什么人呢？啊？这如果要是他们自己愿意呢？切！谁会跟着你混呢？啊？ 叶局长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。如果刘志山还在池家大院，就不好办了。盛福来养的事儿是他什么？刘志山能不能留在池家大院，小白协回来就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叶局长还说，想这样干，必须要拿到牢房和伙房的钥匙才行。伙房的钥匙在麻子他娘那儿，牢房的钥匙在麻子手里。能不能把他调出来？麻子身边一直都有。 即使把他调出来，也很难下手。尤其咱们救人，即便是拿到钥匙，时间也要拿捏好。早了不行，晚了也不行。这个时候，想必叶局长他们已经到了村外，可咱们的人还不知道啥时候能到。而池龙章，随时都可能对老会长下手。及早不及晚，最好今晚动手。 有了，我有办法了。啥办法？大哥，当初李祖宗大哥联络俺们六个兄弟，俺们二话没说挺身而出。现如今为了你的事业，俺们死了四个兄弟，兄弟们也不亏欠你啥。现在俺和歪的兄弟想换个前程了。闹了半天，想跟那小子一块混的，是你们这两个混蛋啊！ 三点，池局长对你们可不薄啊！二位请便。谢局长，告辞。滚！你们可给我听好了，从现在起马上给我滚出龙王头村。这刘三嫂是我的重点调查对象，我会常来的。可是有一条，你要耽误了老子打鱼。 你可别怪老子说翻脸就翻脸！走，不是，大哥，你就这么能让他俩走了？这俩玩意儿可是咱的人呐！哎呀，你还看不出来？那两个混蛋早就跟刘志山穿一条裤子了，留着他们那也是祸害，爱去哪儿去哪儿。没想到啊，这狗日的这两天招了八十来号的人。 完了，哎，派人，瓦夫岛跑一趟，把王矬子给我找来。是。大哥，大哥，哎呦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啊！桂林，三八姐，三八姐，我告诉你啊，池龙章跟俺说，他要把刘志山那个王八蛋赶出咱们村了。俺厉害吧？你咋说的？ 这口说无凭的，池龙章拿他也没办法。俺就说，那个王八蛋，他想占俺的便宜。如果刘志山不走，他不仅影响我们供销社的正常营业，他要是暗中盯上了你，他会对你下黑手的，你岂不是更危险了？那怎么办呀？嫂子。 他们还要回供销社，你赶紧回家躲躲。嫂子，干啥呀？嫂子，怎么又去池家告我的状？啊？刘队长，我说你那心眼儿就这么大，上次在叶红山那儿，你就以为我告你的状。
结果呢？难道你还去表扬我不成？嗯？对对对的，要不要俺盯住他？三条烟，三条烟，就他娘知道跟那小白鞋啊！队长，俺不放心嫂子，想去看看。先不要管他，你俩给我听好了，现在就去供销社给我里里外外仔细的搜，我就不信我搜不出赤匪。队长，池局长不是说了吗？咱要是影响供销社干活，就给咱翻脸。邓导演，你他娘的什么意思呀？你现在是我的兵，你怕查池龙章干什么？怕什么？我是队长，出了事老子顶着。过去。是，儿子，走。说曹操，曹操就到啊！局长啊，您是曹操，是诸葛亮。今儿天一亮，俺掐指一算，大哥这准是短兵缺将了，是吧？俺就带着弟兄们来了。真有胆子，有本事，有本事。池局长，哎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我想谁来谁。三胖来了，我听说那些渔民答应你出海了。我都花了好几百块大洋。县长的合伙人嘛，财大气粗。瞧这话说的，我不是为了应付县长吗？王参谋长什么时候到的？刘老板，鄙人也是刚刚进门。行了，别在这站着了，进屋说去。你们先去吧，我去看看老夫人。哎，三胖，虽说你是县长的合伙人，可我大小也是龙王区的区长。你看，咱俩，啊，你那任命书不是还没下来吗？去，你等着。来，请请请，啊，请请请，弟兄们后边休息啊。我累了。那妞怎么样？哎，能干吗？哎哎哎！都他娘给老子盯着！以后，他，那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副队长了。就揍你们都不费劲，不费劲，不费劲，不费劲。快点，快点，你搜，搜，是。渔改之后啊，真没想到还能过上这么舒心的日子。现在好了，你家龙章不仅回来了，还当上了区长，可比以前更风光喽。哎，老太太，在这儿歇着呢。哟，三妹来了，快坐，快坐。明天要出海了，我好不容易啊了了一件心事儿。仔细想想，自从您回家之后，我还没来看过您呢。都您去看我了。没事儿，我知道你忙。这是麻子他娘，你见过的啊。婶子好。哎，好好。以后船队出海了就要忙起来了，来跟您聊天的时间可能就会少了。哎呀，他们出他们的，渔行里不是有伙计吗？让他们干去啊，不能白养活他们。哎，你要是没事儿的话，你过来和我聊天来。还伙计呢？以前那些伙计不是被你儿子杀了，就是被他抓了。新来的算盘都不会，啥忙也帮不上，什么都得我自己来。别说陪您聊天了，做饭的时间都快没了。三妹儿啊，不是我说你呀，你说你招的这些都是什么人呢？啊，难怪龙章抓他呢，到现在都不说，我家的财宝，我家的祖宗牌位藏在哪儿去了？你说这不是拜我们池家吗？老太太，当时的情况你比我更清楚啊。你说我不招他们，我招谁呀？现在倒好了，招了小白鞋那样的人，可刘志山也没饶了我呀，天天捣乱。是道乱呐，这官家的事儿啊，咱们妇道人家管不着啊。嗯，要不这样，
你要是没有功夫做饭呢，带着儿子上我这儿吃来。那怎么好意思？那我交伙食费。哎呀，你跟我还见外呀？那甭管怎么说，菜钱总得交吧，也不能让婶子他们白忙活，不是？哎呀，什么咱们他们的呀？啊，伙房里头啊，就他一个老太太。再者，我也给他工钱了，你何必再破费呢？花钱吃饭天经地义，这钱必须得给。哎，别，三妹儿啊，夫人发话了，俺哪敢收钱呢？哎，老太太，要不这样，等饭点的时候，我来帮婶子当下手，等卖了鱼赚了钱，我再补交伙食费，行吗？哎呀，这个孩子呀，从小就犟啊。行了，那就依你。谁再敢进来，俺就拆下他的眼！这还不准备拆定？你们那一群废物！小子，老子在奉命搜查，滚开！呸！谁命令你来的？你让谁来？老子宰了你！谁说我杀了李祖忠？嗯，是不是刘三嫂说的？报告池区长，说这里有人捣乱。好。误会？有这么误会的吗？你看你们把我这霍霍成什么样了？后门都开了，还欺负我儿子，不想活了也。刘掌柜，俺也是奉命行事，实在是没办法呀。参谋长，如何？天星冲北，地星冲西。哎，不妙啊！啊？怎么说？刘志山姓名的天格为十六卦，是一种属吉的上升数。我呢？区长。您的天格为二十卦，是一种来自于祖姓的灵数。
而他的人格22画属凶，您的人格25画属吉。生灵与凶吉。区长，此人不仅跟你犯冲，而且在8月15的某时，就是他的西北冲时，对您的西南背时。不是，什么意思？那小子要在那天杀俺大哥呀？天注定，不可为也。啊，难怪呢。2天之内，那小子招了80多号人。照这么算下去，到8月15，他还不得敛回上千人呢？哎呀，他要是那样的话，那你就麻烦了。然也，此人可杀不可留矣。可我要是杀了他，万一我堂弟怪罪下来，局长，铁蛋求见。铁蛋儿，这小兔崽子从来不登我的门，今天这是。哪吒闹海，南翔至山也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刘振山派人到了顾教授，你管不管？对上了。麻子，哎，带上弟兄们，把刘振山给我捆来。是。哎，且慢。还是让啊陪您一起去吧，也顺便看看这供销社的风水。也好，去吧。好嘞。不好了，麻子带人来了，看石头，不叫好事啊！人就放，放。哎，现在知道怕了。魏队，快带几个人先顶着，俺去报告刘队长。走，别走啊，等他们来了，好好聊聊。果然是刘三嫂说的。三妹姐她待俺不薄，她还嘱咐俺不要跟任何人说。要不是今天你到供销社闹腾，俺也不会。是不是池龙章派你去供销社的？啊。他派你去干什么？挣钱，养家糊口。扯淡！小白仙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池龙章是不是派你去找海葵？嗯。海葵，那东西俺没见过，但是俺听说过。听谁说过？俺听俺娘说过，那东西只有深海里有。小白仙，小白仙，你他娘给我听好了啊！以后凡是有可疑的人去供销社，你马上向我报告。私偷共匪的帽子往你头上一扣，老子把你扔到海里去找李祖宗去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还有啊，你到处跟别人说我占你的便宜，既然这样，老子不占白不占。不要，大哥，你干啥呢？哼，嫂子，咋回事？老三娘的，给俺站住！别打，进过去。俺问你，武志山呢？啊，不是，迟，进过去。迟，哎呦，马副官不能杀啊！把这些歪瓜裂枣带到村东，让他们对着大海跪下。俺在这儿看看风水，等刘志山来了，俺要行法事驱邪。驱邪？驱邪。嘿嘿，那挺好玩的。把那帮狗日的押到海边去。
走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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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好，参谋长，俺可在海边等你啊！好，好，他妈给我走！走，快点！ 一雁海上来，一雁高堂西。一朝相逢遇，依然旧相识。吴立奇。 迟愣不张他娘的什么意思？俺看他就是想抢功。队长，您真没动小白鞋？三导演，你他娘的什么意思呀？我有没有动小白鞋？刚才你不都说看见了吗？说实话，俺挺稀罕他的。那俗话说，朋友妻不可欺，可你。 <笑>三导演，按照你的说法，这李祖忠也是你的朋友啊！可他挂了，那小白鞋如今是俺的。行了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闲心扯这个蛋？告诉你，只要抓住了海坤，你给老子去青岛，让你十个小白鞋。海鸟同志，情况就是这样。 麻烦那边安详办法，今晚子时动手。好，我去通知叶区长。娘，有事商量吧。俺这应付，你设法让后面的同志尽快出去。来不及了。娘的，人呢？人都死哪去了？奇了怪了，刚才还在这儿呢。 是不是被池龙章给抓走了？哎呀，刘掌柜的，马上在这门上挂一照妖镜，这样大伙小鬼的就不敢登门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刘志山，你印堂发黑，目露凶光，不妙啊！你认识我？民国三十五年阴历三月十，你在东北四平腰损而归，二十五天后你的天象落难于岛城，玉贵求发。队长，他就是池龙章手下的王参谋，江湖号称东海神算子。 王参谋，你来这里干什么呀？这儿可是池区长的聚宝盆，而你却把这儿折腾的不轻。刘队长，你执行公务，我是百分之百的支持吧。可是你们也不能这么乱来呀！明天要出海了，你进来看看，你的人把我的供销社折腾成什么样了。以后谁还敢上门做生意？ 我怎么营业，怎么赚钱？刘三嫂，你装，你太会装了，你就是海葵。刘志山，你别得寸进尺啊！自从我来到这里，你就说我是海葵，硬把这个帽子扣在我头上，别以为我好欺负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海葵，怎么着？刘三嫂，你终于承认你是海葵了。 三吊烟，哎，把他给我抓起来带走。刘队长，这可是池区长的地方，你就是只无腿无窝的鸟，飞累了早晚会有落下来的那一天。你想把人带走，可以，先问问池区长答应不答应。你他娘的！这刘三嫂可是县长，咱要是万一弄错了。 他都承认他是海葵了，县长的人，就是省长也把不住他。抓！三哥，你咋才来呀？刚开场。
老子的枪到了。姓王的，这一点你没有算出来吧？啊！区长，池方座派兵来了。哦，知我者堂弟呀，手底下正缺人手呢，雪中送炭，雪中送炭了。局长，他们不是来找您的。他到这儿，他不找我，他找谁呀？找刘志山。他娘的！以后你跟老子说话，一口气说完了。是是。去哪儿了？他们上山后直奔供销社了。都他娘的别捯饬了，快给老子围起来！快快围起来！快！刘志山，还没完没了是吧？疯了！怎么跟刘队长说话呢？你说怎么说？张排长，我奉池团座之命严查海葵，可是池龙章的人总是处处的刁难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自然服从团座的命令。围起来！围起来！班长，大哥，张排长，怎么到了龙王岛也不到家里来坐坐？这是让我亲自来迎驾呀！啊，池局长，您误会了，我奉团座之命来岛给刘队长他们送装备，本想先去拜访您，怎料在海边就遇到他们了，只好。池局长，你看，张排长也到了，王参谋也来了，大家聚在一起，这是缘分。伤了和气，对谁都不利。俗话说得好，和气生财嘛，对吧？这样，我今天做东，请各位长官吃饭喝酒。三妹，你这是？哎呦，刘掌柜的果然豪爽。区长，今日艳阳高照，乃吉日也，不如啊，暂且放下争议，共同举杯，筹划未来之大业。既然这样，那好，我是龙王区的区长，这事儿我来安排吧。三妹，你作陪就行了。啊，恭敬不如从命。吃什么饭呀？吃什么饭呀？刘三嫂已经承认他是海葵了，我今天必须抓了他。三妹，那你是怎么承认的呀？啊？别说我自己是海葵了，就是他现在让我承认我是孙悟空，我也得认呢。我都快被他逼疯了。这叫承认？刘队长，以后说话拿出点证据，否则饶不了你。池局长，我进去收拾一下，随后就到。请吧。张排长，请吧。刘队长，要么一起。啊，就是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他娘的干什么，老子管不着。有一条，别耽误老子发财，否则我弄死你。石局长，等我真的查出了证据，我看你怎么向池团座交代。用不着你操心，走。队长，我们这次算是把池龙章给彻底得罪了。怕什么？别看他现在闹得欢，将来有他哭的时候。这帮他没把咱当人看呢，吃饭喝酒不带咱，咱也找个地儿喝点。没错，没错呀，今天枪到了，让兄弟们在这看着，我们兄弟三个人也找个地方喝两盅，庆祝一下。队长，俺就不去了。
心有点事儿。你他娘又去小白鞋家？闭嘴！行了行了，就去小白鞋家。哥哥，听好了，已经跟咱们的人商量好了，再加上今天晚上池荣章宴请张排长跟王矬子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你说。